你要不要跟我讲话？一句话我就放过你，我就不要倒在你身上。你这么不要跟我讲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神。相信你们看这个影片的标题耶，都知道今天我要做一个东西，就是最近外国很流行的一样东西，就是 ignore my girlfriend for the 24 hours， 就是我要无视我的女朋友24小时。相信你们也知道，我女朋友就是 Mickey， 对，我们已经公开了。然后今天这个挑战呢，是我从就是我看一些外国人的，就是他们有拍一些很有趣的影片，就是可能说挑战不理女朋友24小时，他算是一个恶整吧。因为现在 Mickey 已经在我的家，然后今天我还要跟他讲话， so 从现在这一分这一秒开始，我今天就要做一个 challenge。 在这个挑战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。OK， 如果我这个影片啊有破20000的 like 啊，我就会挑战另外一个升级版的。现在这个是24小时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影片的 like 超过20000，我就会 ignore 他 for 一个礼拜，就是7天。因为平时如果我不理他啦，他会很多 pattern 的。So 是不是？我们马上开始看一下他到底会有什么反应。Let's go。你在干嘛？怎么你的 camera 其实可以放在那边呢？哈？你 camera 不是放上面的吗？你坐进去一点。嗯。啊？啊？你真的打算不要跟我讲话吗？你可以吗？你真的不要跟我讲话？啊！你不要跟我讲话，我生气了吗？我真的生气了啊！我有一个绝招，是这样，你不要理我，你都不要理我，这个是他最宝贝的东西，我给他剪掉啊，我再去拿剪刀。想不讲。我真的剪了，你看他这边破一个洞啊，我给他剪开了。我认真了，剪他还是剪你的头发？讲不讲？我你这鸡蛋了啊 ！OK， 现在 Vicky 已经去外面了，所以现在我要继续的 ignore 他，我不可以跟他讲一句话，我不可以理他。所以现在我要去做我的东西，然后尽量不要跟他讲话。现在我要去拿我的相机啊、lens 啊过来去骂，因为我太久没有骂了。Let's go。现在我就继续的骂我东西，不要理他。你不要理我看，我撕掉你的100块。我撕完你钱包里面全部的钱，耶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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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很好吃哦，你还没吃早餐是不是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讲不讲？不讲你放下去啊！5 4 3 2 1，你们有没有听到很吵的声音哦？我一直听不到哎，但是我。我要去冲凉了，哎。OK， 我已经把头发洗完了，现在回去吹头发。但是你们看到这边了，就知道刚才我已经 8 乱了，差不多整到晚上送他回家，然后现在是新的一天。然后等下 Miki 还会再来的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拍东西，所以刚好我也 set 到很美啦。After 过后我们就可以拍东西了。然后在这个短短的两个小时，我要坚持到最后，就是说。不要再理他，就是继续的 ignore 他。昨天他下车的时候，我放他回家，我没有跟他讲话吗？拜拜也没有讲，他就是很不爽，他讲明天你就死。然后我就有点怕他今天会做什么，因为平时的他是12点就会到了，今天他到2点了没有来。你也不要理我，你不理我，我就出绝招了啦。这次完蛋了，我看到他用钢在做东西，我不懂他要做什么，因为这是我买的材料来了，我是要拿来做一样东西，我不懂他要拿来做什么。OK， 我们再去确认多一次他在做什么先，因为哦，我觉得他一定要弄到我挑战失败啊。理不理我？你不理我就把这个倒在你身上，你要不要理我？讲真的，我已经做出来了啊！我已经在外面做了这样久，你都不要出来理我，已经做出来了，你为什么不敢啊？我鸡蛋已经打在你头上了，你要不要跟我讲话？一句话我就放过你，我就不要倒在你身上，要不要讲？讲不讲？不讲是？我要想一个方法。放在你身上，你是很恶心。你不要逼我啊！你我放在你头上啦，我放针放你头上啦。你不讲话是不是？啊！掉地上了！你讲不讲话？我感觉你跟你偷反就故意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讲不讲话？放在你脸上，你这么不要跟我讲话，你不要跟我讲啊，讲不讲话？
不讲就是不讲啊，直接喂说你都跟他我是最后五分钟吧，怎么你要这样子对我，只叫你不要讲话。你看你现在讲话你就不用遭遇这种东西，24小时啊，现在才刚刚到时间罢了。我的裤子的妈妈买的新的，哎呦我的衣服，我跟你讲大家，我这个挑战哦虽然是很成功，但是哦在我最后的五分钟，我觉得我可以逼，我以为我会成功的时候，没想到他真的成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。我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做到很好，我不会粘衣服的哦。啊？真的吗？真的哦，我搓一下，我都把它拿不起来这样的哦。可以拿。自己拿，水饺你不要理我。可以拿走它吗？哇老喂，你真的是说的你。昨天打鸡蛋丢我头，我跟海博可以算账了，跟你讲。你自己不要跟我讲话了。妈该呀、啊！史莱姆了。你给我自己放在自己头上。是你不要理我的啦。你挂着这个史莱姆。OK， 今天的挑战非常成功，我很辛苦才熬过了24小时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，没有晚上了，现在是傍晚第二天的5、6点了，因为昨天我是5、6点帮他弄的，就帮他弄啊，开始 ignore 他，而且我昨天有 event， 然后我全程就自己看戏，他就一个人这样子，so， 我也不要弄到我的床啊，我妹妹的。对不起，我打算有点功力，我们要打亲亲了。帮我破20千，我要破20千。下个影片见，我现在很不开心啊，我。屁股。